我系善日波，仲有炭治蜢同埋利豆Frank。今集又要使出我嘅钱字裤扣啦！冇错，之前我已经网上订咗呢一个就系鬼灭汤啦歌词。大家见到我已经订咗炭治郎颜色啦，同埋利豆尖颜色。 贪玩啦，哥前！唔单止可以养到炭治郎啦、尼豆子啦，呢支仲同埋善日啦，仲可以养埋狗柱添。大家玩过贪玩哥前都知道呢啲机咧系会随机孵出唔同嘅电子宠物嘅。会孵你啲乜嘢嘅鬼灭之刃角色咧？同埋呢个贪玩哥前有好唔好玩咧？而家即刻拆嚟试下啦！同埋拎到上手咧，真系好细啊佢，当佢系鹌鹑蛋咁大嘅啫，真系。大家比较下，佢差唔多真系大五蚊银少少嘅啫。 LR44嘅电池嘅，即系有细电。掹咗个电源，哦，有声音噶喎！中间个掣一系就决定，一系就睇时间。右边个掣咧就嗌佢出嚟，同埋取消。左边个掣咧就选项同埋肉成。今日两样嘢唔食得嘅，唔玩。哦，做咩事？听见啦系嘛？ 佢咪孵化紧啊，引育紧啊而家，系咪要揿下佢咧？好啦，我哋合格啦，可以成为呢个鬼杀队嘅成员，但系我哋仲未成为柱嘅，或者仲未成为炭治郎呢啲主角，所以我哋要慢慢咁样成长，之后进化。揿左边掣，佢有白饭，跟住有战斗，哦，食饭有食饭团啦，跟住有啲饮嘢嘅，食饭团啦。 食啦，嗰啲孵化成炭治郎啦，好似一开头啊炭治郎请阿善日食饭团咁样，食多啲饭团，食饭团，食咗三嚿饭团咯佢，我食到唔食啊，食饭团，好啦，啊食完饭团啊，梗系饮下嘢先，饮杯茶咧。以前贪玩哥时系会急屎噶，仲要帮佢清大便噶，唔知佢会唔会急屎啊？ 大家想象下方尼豆之吻屎，呢度有个尼豆Frank啊，成日帮佢吻得多屎啊！战斗系点样咧？可以玩劈石头啦、吹葫芦啦，同埋呢个泼呢个汤药。而呢三个小游戏都系跟足鬼灭嘅剧情嘅。我点啊？喂，我见到发下，哦，呢度发到去中间系咪？劈极都唔劈，劈极都唔中嘅。我嬲咗。 我够大石劈嘅都劈唔烂，果然系新丁。我劈得烂，我做咗柱啦，再劈个，再劈个。佢中间嘅时候挥刀就会哇一分为二，嘿，啊成功，嘟嘟嘟嘟嘟，雷之呼吸，同埋我未咁快识得雷之呼吸，暂时系普通呼吸，人类呼吸法。呢个咩啊？吹葫芦，我咪吹爆个葫芦。咩事？点样吹啊？但系。 唔识吹喎，what？唔识吹，唔通我真系要吹落去？腿爆嘅，爆咩你？啊，系啊，系揿左掣吹。 我试埋第三个小游戏先，泼茶。呢个香奈芙同阿炭治郎喺度训练呢个反应嘅游戏。嚟试下泼啦，有两个茶喺度，点揿啊？咁啊？哎呀，俾人泼啦！点揿啊 ？A， 哦，就左边系 A 掣，中间系 B 掣，右边系 C 掣。咁就泼爆你香奈芙，准备十身披啊你！ A 定 B 定 C？A，A 成功，佢都冇湿嘅。A A B 赢啦，搞错啊！咁你睇下香奈芙俾我泼湿个样啊嘛，冇嘅，冇噶咯，冇其他选项噶咯。哎，佢唔食咯，佢发嬲喎，我俾嘢佢食，佢发嬲喎，咩事啊你？佢唔识饭团啊，你识唔识饭团啊？ 你不妨系咁样问，以为佢嘢食，不妨你喺个食字走埋过嚟，我不妨食我，我呢个食字不妨系咁舐我。好啦，暂时佢冇咩反应住，咁我试下拆住尼豆子呢部睇下有冇个分别先，同埋个食饱饭冇嘢做咧，佢样都会好似前哈马哥自己咁样。
吱吱吱吱吱咁样向上伸向下伸个头。开场画面一样啦，都系你啦。睇嚟呢一步咧个选择都一模一样嘅，都系食饭团啦、饮茶啦，同埋三个训练。咁其实即系话咧，要睇下究竟我呢两只最尾孵到啲乜嘢出嚟咧？鬼灭电子鸡，哎呀，同步系做唔到啊！诶，得啦，好得啦。但几时先要帮你哋搵屎啊？你哋几时先屙屎啊？可唔可以话俾我知？提早话俾我知几时屙屎好冇 ？Danny， 得未啊？仲未得啊！咁到我急屎都未得啊！我食面包，佢食饭团，进化未啊？片都就嚟剪完啦，得未啊？一齐瞓觉。未啊！佢突然间啱啱哔哔声响，原来佢瞓咗觉。试下嘈醒佢先。诶，熄埋灯添喎，原来系，原来个熄灯掣嚟噶，冇得叫醒佢噶。好啦，有佢瞓下觉啦，听日见。哇！一瞓醒咧，见到个师傅来了，揿一揿先，阿师傅。咩啊？哇！哎呀，啲客冲埋嚟，跟住仲有只送鸭添，跟住就冇咗啦。晏昼嘅时候见到只猫猫喺泥豆子呢部机度出现咗，佢就系查查院啊。咦？哇！仲有鬼可以打添，打佢，够唔够抽咧？赢咗。弹字狼部机发现只香奈虎啊，就两只蝴蝶飞下飞下添，有咩贵干呢？做咩事？一个好近嘅镜头，诶，又系送鸭。就算已经剪紧片啊，佢都未开始进化，所以我谂都要等翻几日。今集派咁多先啊，当我呢两只进咗化嘅时候，再话俾大家知究竟系进咗啲乜嘢啦。呢条片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 咁我哋波子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